好啦，呢度咧系德国科隆噶大教堂后面啊，你睇下呢啲年轻人咧玩啫，啊，玩佢滑板啊，哇，好过瘾啦，嗱，侧边咧就系一个缪斯林嚟噶，德国嘅一个地方，个缪斯林，德国嘅一个缪斯林。一個即係博物館嚟嘅，教堂啊！啊，咁後邊就你睇下就係教堂嚟噶啦。啊，咁又但係呢個教堂你睇下外表都好舊噶啦，好黑。咁啊，就係科隆大教堂啦，佢個塔啊好高嘅。啊，佢塔咧就係全世界最高嘅喎，好似話塔頂嚇，睇下好高啊！好特別，好特別呢個地方。好，咁啊，講到呢度為止。可以影到幾？